哇，表情统一的，我没笑了刚才。是这样吗，导演？快点，胖胖，你在这，在这，在这。这个，我怎么这么可笑呢？小姐姐，搞笑过这。哎呦我天！哇塞，好美哦，温暖吗？温暖。就拿那块特别脏的那个。里面刚才还在。里面不脏。准备。还我倒霉呀，他直接给我啪就给我。没有，我说先 Q 你，说先 Q 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还以为我的原声是我整个人是呼飘，说不得低声怎么办？哇，那会是那个什么？对啊，我说其实烟花会，我觉得烟花比较浪漫一点，知道吧？这么看这几个，没有，我觉得烟花也许会浪漫一点。不是他，我不知道他不是讲的那个。炸着我怎么办呀？我也不是浪漫吗？没有，那可以，可以。他笑他就算了。那边吧，还掐我。那边吧，我玩这个当真。我说这。你要不想笑，你掐自个儿行吗？那挺好看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？掉了。翻到了，再擦一下。哎呦我的天，我不要大鼻子擦的。不要再大鼻子擦的。大鼻闹，大鼻闹，大鼻闹。这是那边擦的好吗？不要。大鼻闹 ，OK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，大家你看，他就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闭着眼睛笑一笑。可以，无所谓。死了，你咋闭的眼？就是让人感觉我还没死。本来大家会觉得哇，他已经死了，他没有听到。其实后来我听到了。后来听不听无所谓了。Woo!